第一只我已经送给我的父母，想第二只留给自己吧，因为特别特别的可爱。我也知道这个林顿顿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欢迎。对我来说，首先它是非常可爱，但是它对我的意义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的。为了这个林顿顿这块奖牌，我也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付出了自己的全力。毫无疑问，我得到了这个18岁成人礼最好的一份礼物，这个绝对是没有任何疑问，没有任何的礼物比这份来得更不容易、更珍贵。现在我得到了，我只想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瞬间。